Hello，大家好，我是影子。然后今天呢，我终于有时间看《BB House》第十一期了。然后今天是我室友呢，为了让我录 reaction，然后他们跑到了操场去散步。啊，真是有一群很好的室友。然后现在我们就赶紧来一起看一下第十一集。然后三、二、一，嗯，读。嘟嘟，嘿嘿，济州岛，济州岛，第二天。感觉这个我去上一次看《波平号》都过了好久好久。나라가겠다나라승마가기로했어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骑马摘柑橘 OK Lisa and Jisoo Jisoo Lisa True Lisa 귤이구만귤이다와우어마어마하게귤만있구만只有哇，只有楚丽萨来摘柑橘吗？那起码是钱荣和 Jenny 吗？当然呢，橘子可以烤着吃。你们吃过没？我没有。据说橘子烤着吃会更甜。姑姑妹，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저희오늘체험하러왔어요이게뭐여기에만예거기다딸건데요네아와이거에만딸수있어요그래서여기까지쌓아야되나아하불따는거알려드릴게요네이거하나씩받으세요네와나무이렇게달려있는상태라면네줄을잡고싸시잖아요아네그럼요상태로네자기들끼리찌르면아삼초가나요네그럼한번더아아그래서이렇게생겼구나줄사먹는다이렇게생겼었죠네그리고나무에서하나따서드셔보시고네이거맛있다그러면그나무에있는줄은다맛있는거예요헐그래서따서먹었는데별로싱겁다그러면그나무는패스패스어패스그딸꽝좀좀무서워사면더들어갑니다아조조금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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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내가잘라버렸어어떻게좀더快작은거귤수학하는귤처럼만들어놔귀여워됐다어때하는귤같아요하는귤같아아딱봐와우먹어보자뭔가잘못하고잘못하고있는거같아요리사의小是吗어때맛있어맛있어요내나무라고했다내나무어때어맛있어와우리사真的是反应巨人感觉没제거가더맛있어진심으로진짜내나무를심어그죠진짜지수의眼神그래서이나무는좋아좋아 No pass 감귤아가씨같죠어진짜요기다봐이거랑사진찍어줄게이거조금약간감귤아가씨필이야지금야진짜심각해아리사真的是有一种稀释的感觉不管到哪里都想要拍画报呢나온다음에귤드실차라그렇게귤귤귤드실차라어좋아어나이거만족해좋아좋아만족해Blackpink 杯，柑橘小姐选拔大赛，大喊泰国人。嗯，剩下小哥哥。吃柑橘吃了20多年，哦。啊，性质很好，两个人都能玩很好。난데내귤중엔귤이하나뿐이야아언니진짜어떻게우리망했어우리하나도못땄어화이팅
근데우리이렇게하다가는평생귤을따생겼으니까5분안에누가더많이따나내기를이긴사람이귤을따달라고할거라스포를要上线了吗？哎呀，我要快出框了！耶，我这边一，잠깐만지금부터지금부터지금부터시작烂烂的，在里面晃烂了。괜찮은건가？아서고가는건가？아모르겠어요。귀여워。몰라봐。이바꿔쳤는데？귤铁桶能装多少呢？20个。哇！哇哇！唱歌我的撒。浪塔里丽莎，拉丽莎한테절대귤을까줄수없다。啊，好搞笑，五秒。여기까지，여기까지三十秒。哦，哦，귤이地上好多掉的橘子哎。快递，百丽百丽，快递 Lisa， 快递。제가이길것같아언니어언니땡응빨리나와에이作弊在作弊。뭐야아手里还握着一个，哇，垒得好高。진짜말도안돼왜왜그렇게많이땄어빨리밥안먹고아不愧是土生土长韩国人你知道吗激素对于这种比较凉啊 Spoiler 上线那一瞬间就已经预感到失败여기도내려와네다섯여덟열셋열넷열다섯열일곱열아홉야열다섯열일곱됐어어몇개는빨리말을제대로애가어디갔어오我们丽莎可以说我是泰国人，所以我不太清楚。난여기더있거든어이상한데요내가그렇게빨리딸수가없는데빨갛다야너너진짜처음처음봤어와우맛있다맛있다괜찮아요내가딴귤이니까네Blackpink 之路评分有趣五分感动三分群星点五四分哇 Jenny Jenny 唱起 Jenny 팔찬팔찬耶말타는게딱그느낌이뭔지알아요그아바타에서그말이랑이렇게커넥트가 Jenny 和채용주치마루我们 Jenny 不是在那个哦口哨 We Palong 里面就有骑马的动作骑马的 shot 停啊停啊累吗嗯啊这两个人在说什么 extra happy嗯，翻译好可爱，好可爱，那两个人好像小孩子，说一下样子。对啊，저희를진짜잘아는것같은게，응예，저희는무조건가는그런느낌이에요。对，你们很喜欢动物嘛？布林克덕분에승마도타보고참，啊，웬일이야？布林克。네우리좀고수같은느낌이。啊，예뻐。네준비다하셨어요네일단네저희가오늘탈말이비앙봉하고네선장이라는말인데요비앙봉이요비앙봉프랑스인가 비앙봉비앙봉비앙도라는비앙도라는비앙도요비앙봉 그위에봉오리를비앙봉이라고하는데네요친구를언니가저희가네제가요、네、와우飞扬岛아저말탈줄알아요저승마했어요어렸을때진짜아말진짜오랜만에타와好酷 Jenny 还会骑马从小就骑哇哦我的 Jenny
나랑 머리색이 비슷한 거 아, 정말 나랑 커플머리 채윤아 나有人会把自己和一匹马比作情侣的 저는 너무 커 괜찮아 저 괜찮아 제 타면 안 돼요? 저 제 타면 안 돼요? 아, 이 아이야? 네 이 아이는 왜 자꾸 나를 추워 가다가 풀만 먹을 거야 이 아이 선장이래 선장 선장 타 둘 중에 착한 애 네 제일 착한 애 미안해 去吃草吧。啊，미안해。嗯。跑的时候吃草。그러면오른쪽으로쳐다보면서오른쪽으로가요옆구리옆으로지그시당기시면왼쪽보면서왼쪽으로가요네하이귀여워제니야아귀여워하멜아너너이름알아하멜하멜하는거알아하멜저희말몇살이에요예이말이야아홉살아홉살이말은요동갑동갑너아홉살이야너나이많다발시렸겠다눈어아여기진짜예뻐아 BGM 은화로야롱거나나나저이쪽으로간대요나나나아보고싶다아내풀마가얘네가되게풀마지아계속먹어요就是说会边走路边边吃草的嘛。점심시간이라그래요지금안돼빨리가야돼안돼그먹지마안돼이제진짜안돼너아얘계속먹어요 앞으로앞으로옆으로가얘는풀만먹어언니얘그냥풀만먹어왔어요역시말도나랑비슷한말을만났나边走边吃아귀여워吃东西的采用真的好可爱像松鼠아귀여워声音好可爱아니그만먹어그만먹어뛰어야잖아이제아이씨아까선장이탔으면我想着说用手机看会比较方便然后结果呢就微信群里面一直在说话选了一个跟你很像的马아계속먹겠대요아고집세라저이제아채용无奈的表无奈的那种아귀여워다려라가자가자가자와우아好酷타서신났어요저너무빨라화이팅아다시가아재밌다더빨라지니까재밌는것같아이点儿一点儿的사극에도온것같아사극그맨날그공주님들이도망가잖아 말타고 말해공주어디가세요아씨이렇게도망가자위험하니까아니면애기씨애기씨라부르자미지미지镜头엄마좋다뉴질랜드온것같아진짜양봉아가서내가당근줄게양봉마내당근줄게 귀여워풀한번을안먹는다그러게조금이빨로안안이빨로잘라서애들이먹을수있게用门牙咬一下再喂给他们오늘나랑타길잘했지와귀여워귀여워니야귀여워니니好美아这样的发型맛있다맛있어너무맛있어아귀여워먹고있는데또먹고싶어아저리가뭐야끄끄아
的花路又上线了。다음에제주도가면다시하면이만나러가야죠다음에또올게비니하메채웅이하메有趣五分，感动四分，取景四分。이쁘다还剩四个小时。对，너무이뻐아까진짜이쁘다이그라데이션맞아하나둘셋아귀여워귀여워아하나둘어我现在也很喜欢这种帽子，杨社长帽子。아초아초추워너무추워시원하다생각해봐시원하다시원해언니얼굴이감각이없어나도지추리사여긴가보다 여기가블링크가강력추천日落的咖啡店서장님볼수있는카페야月이저보여요저기예쁘다哇哦，济州岛海边真的有很多那种咖啡厅吧？你看笑一家民宿的时候，哎，提到济州岛，我的记忆就是笑一家民宿。哇哦，哇哦，好多哦！哇，啊，也爆！啊，妮妮啊！哇哦！아둘이오늘빵모자네베레마재밌었어요응예뻐니니아지수야他们俩戴这种帽子好适合那时候在那个机场的时候看到妮妮戴那个帽子嘛觉得哇잘나왔어이거민지지가게리사가고싶다했던데와우某复古店铺안녕하세요와우哇也爆我一个塞太过光了太过光了后面那个是哪个小哥哥长得还挺帅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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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哇예쁜데아这什么呀아小望远镜吗이거그거잖아진짜궁금해나똑같아나궁금해와나도이거해야지언니내가오늘바람이부는지안보여우情景剧上线너진짜선장같아지금약간내가우리커피나오고있는지확인해줄게玩心大起그래서어디가좋았어너희는너희는추천받을수있지응미궁일단시장부터보자꼭추천하고싶어요아예뻐길거리음식집도뭔가한국문화도되게좋고쉽고공항이랑도가깝고꼭들리면좋을것같다고생각했어요지수배속으로갈게요난메이즈要进入지수的嘴巴喽나도미로추천이야진짜한번에나갈수가없는게더특이었어왜이렇게미로처럼만들어놨어귀여워친구들이랑간다면은거긴한번가는게좋은것같아요감귤은근데나는따는것도궁금한데따고나서이제这个都没有画面哇就一点点좀시체걸리긴하는데맛있어바로하고먹으면은맛있어숭마는숭마숭마숭마꿀재밌었어숭마좋아숭마추천하나둘셋어멋있겠다와우啊！今天我们这边特别热，然后太阳特别大，然后所以阳台上的光特别好。我也很想吃冰淇淋。海边咖啡店、机场、东门市场、迷宫、驻马店。Black Pink 路线。사랑합니다 Black Pink 路线。我去拍几张。나올게요哇哇光夕阳哇真的好好看
变成了银色耶。哦，我们 Jenny 和 Rosie 又在说英语喽。드론이다아无人机穿帮드론아드론드론안보이게찍어줘드론안보이게여기진짜안보이게찍어줘저리가가지마저리저리가저리가하나둘어내가찍어줄게예뻐걸로예뻐아역광이야没有眼力见过人机哎，드론이摄像小哥哥，내사진을방해하는드론진짜진짜우리도계속그랬어진짜예쁘다정화정화정화앉아앉아앉아예뻐인제주블랙핑인제주저희넷이서사진도찍고추억을또남기고드론에안녕도하고그냥되게친한친구랑친한언니나뭐이렇게놀러가는거진짜딱그런느낌이었어요태국보다오히려좀더자유롭게여행액티비티도많이하고너무좋았어요 안녕너이제저를멀리가저기가 안녕제주도끝누르 All day in the pink 와朦胧呀真的高级照片这么漂亮当然肯定不是高级照哇哦叮咚早起看电视哇也不好확인해볼게요안보여啊后面还在 Lisa 男友力真 Lisa 手机哦我还以为那上面绑了手机可能是那个书纸密码的嘛여기짐캐리어랑박스가왔어又要去旅行了吗？짐나가야되나봐아뭐라고짐나가야뭐라고야우리며칠됐니언니아应该是要搬家吧到时间了주블랙핑크지난100일간의휴가는어떠셨나요아쉽지만오늘블랙핑하우스마지막날我头皮都发麻了모두정리하고好烦这种남은블핑하우스휴가를마지막처럼보내드디어올날이왔구나휴가끝충격적이었어요어어잠깐만와好快哦感觉문제니은지수야벌써그래서캐리어아니또여행가는줄알았어我也以为但一想确实十一集了嘛哦好快哦好伤心感觉仿佛还在看到第一集的时候他们打包行李的时候이러고깜짝놀랐어요好快갑자기떠나려니까他们可能过得很快근데더오래있으면그냥욕심이겠죠근데 너무좋았으니까呈现出给我们就短短十一集感觉更短데데려가면안돼요왜베이비랑스파츠랑이걸그래우리여기불빙하우스아니었어어우리집이잖아요요즘에자기집을사는사람이어디있어다전세월세야여기전세예요그런셈이지이제여기는또다른사람의집이되는거야쿠쿠이제짐싸야돼좀이따가뭐뭐가져갈건지거기쓰자우리그때샀던이불도다챙겨갈거예요응어내토끼이불다너무더러워우리이거빨아오자그래빨아옵시다빨아서갖고가고오늘뭐할래오늘고기구워먹을래그럼고기준이성일단그러면다정리하고 CP 런뜬먹으면될것같은데맛있겠다
他真的刚才就想有点想哭的感觉，然后忽然之间他们自己整理得很好这种感情，然后忽然之间就想笑。下雨了。马上就要完了。卷念 Q 两个喷嚏都这么可爱。이선언니어디있어어그러네자고있는것같은데언니자언니자제니제니跑过去어대박아차아차아차진짜자는거였어젠추오른인간이된것같아뭐야근데너무웃겼네자리사哎本来感动着知道吗李萨也闯进来对啊好像仿佛还在第一天哎哇公主妈妈虽然有点凄惨李萨力气真的好大야우리빨리코인세탁거기닫기전에빨리갔다와야돼리사커버벗기고있어어어오와비가비엄청많이와什么剪辑吗一会儿想让我哭一会儿想让我笑마지막날인데어떡해대박이야조심해진짜미끄러울것같아어디있지여긴것같아우와이십사시간이야심지어진짜어이십사시간을나좀어떻게해청아흰색은흰색끼리하고검정색은검정색끼리내거는내토끼는흰색흰색응검정색을먼저넣자토끼는어디로열고넣고넣고이게다야이제이어이거 이거검정색좋아요야이거건적이야이거건적이야리사야还好有 Rosie 뭐야여기여기여기와워셔워셔아워셔큰일날뻔했어 너무너무하자이건데이거를아니우리넣어야되지않나동전을아돈돈을넣어야돼 38분이나기다려야지우리여기서시작된거야그리고이거하이거흰색거흰색해야지오야안될것같은데꼭넣어됐어물이차오르고있어신기해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 nice 아还可以在这儿喝咖啡이렇게잘돼가고있나응근데시간진짜많이나왔는데오락실가고싶어여기있어있으면가자다녀옵시다가자놀다옵시다언니그래서우리뭐하면돼우리지금큰일났어왜학교비가너무많이와원래저기서고기구워먹고하려했는데내가옷을이제没有用过오기전에여기다만들자이게뭐야텐트야저봉껴서하면돼이거일단꾸며야돼그림저기그림부터그려이거꾸며보자유딩수준의그림이다큰일이야큰일난디자인쪽은하지못할거야와니니아무도안시킬거야니니화的一直都很好看은근재밌는데응예뻐비가오고일단쿵마랑달고미도그렸어쿵마야달고미나는리사채용은리사이랑해보자됐다这是小孩子画画画谁是？你给我也给打。
하지마됐다됐다됐다와와不错耶야저내가한번들어가볼게귀여워여기다담다이거는他们画的其实真的还不错耶너무아쉽다이게이집의마지막이라니오잘나왔는데흑백이니예뻐이게정면맞는다다다음에여기서부터다 Hey sister 역시대박야농구야총총총총우리총하자총총총너진짜잘할수있어이거아내기뭐할거야아요야도아每次输的时候的人生 BGM color 이따가정하자 your team 快定一下赢一次吧卡架终于赢了李萨呀到最后终于赢了너무좌절의하루야아무것도이루지못했지만일단세탁있잖아너가들고들어가알았어무거우니까와슬라이까지다됐어아사청아너가너가다해너가다해무거워진짜만져봐어진짜따뜻하네字幕真的是，请江，你不来帮一下吗？你的兔鸡，哇！청아미안해너가져서잘한다좋아좋아我们贤惠的钱哟。역시청이이런거잘해됐오케이됐갑시다하이멋있게나가는거야리사肯定会帮他吧와这个第十一期的最后一批好长十一分钟原来都五分钟的고기랑最后一期才给我们这么长又姐姐让你先做饭조금만힘내청아거의다왔어거의다왔어뭐야와타는냄새나는데어수고했어청아什么糊了不会是锅烧糊了吧애들은뭐우리가만든텐트나가텐트잘갔다왔어反应好好他们真的有对
언니이거그렸어요어거기이제할게요너희도좀더그려도돼아거기너희도있어봐봐너희그렸어어 아여기있다나기타저거너너아니야앞머리노노나고아예뻐 심지어노란색이야예뻐지수화好可爱妮妮画也很可爱고기먹자응귀여워你们说话这么可爱，Jenny 虽然很讨厌撒娇，但是哎呀，处处都在撒娇，妈呀，可爱。언니냄새짱좋아미쳤다미쳤다짱좋아미쳤다미쳤다완전맛있어보여우리땡땡땡맛있어이거살짝여기살짝그일본라멘집같은데요야샤이마세뭐야아아그냥학생이전문가블랙핑의대연의치수에마태국이후로처음뵙는것같아요선생님네제가또왔어선생님오랜만에오셨네제가또왔어요鸡尾酒专家马上就要结束，这好像才开始。妈呀！오늘은기가막힌樱桃味鸡尾酒페리주빌레맛이날거야樱桃柠檬。안넣으면안돼아我喜欢薄荷，我超喜欢薄荷。冰块，冰块，冰块需要哎。리포를와좋아좋아완벽했어모양을꾸며주는거지다음에탄산수를어큰일날뻔했는데어여기얼음이들어갔어와예뻐마음에들어내가만들었어와나도만들어봐야겠다나도만들어볼래그럼난내걸가지고사라지겠다알려줘레몬하나두개레몬두개웃어체리두개집어귀여워진추아니这一刻我激素激素攻起来了妈呀싹을돌려내좋아좋아우와우와우와저리액션을계속해더해와대박리액션리액션巨人리사왜이렇게손을떨어겁먹지마선생님너무무서워안나갈수있어너무조금났어너가선생님좀무섭네그치응와예뻐想喝来一个薄荷柠檬气波柠檬薄荷气波哇哇自己做的也这么好看吗好好的最后吃一顿吧嗯大佬你大佬我阿姨我不会没吃鸡蛋的东西都吃了嗯맛있어완전맛있어어완전내스타일我想我肯定也会很喜欢喝，我很喜欢喝薄荷气波。떠나려니까집에적응하고있어맞아맞아还有柠檬。오늘이제일집에오래있다왔어맞아맞아아근데진짜너무바빴어우리엄청돌아다녔잖아그러니까요100일간휴가를주신다니까어땠어근데오늘마지막이잖아근데뭔가100일이진짜빨리지나는느낌이야빨리맞아쉬어서그런가역시역시쉬는거는빨리된다고休息的时候过得最快뭐가제일기억에남았어여기처음들어왔지웬집에네오야소름돋았어 Oh my god 仿佛还在昨天嘞太清晰了这些画面그막꽃해놨을때진짜떴는데크리스마스트리도근데진짜많이비오잖아이거처음오는날부터비왔어그리사를불렀어요누나
비 오는데 비? 비 아니야? 비? 결국 비가 오는구나. 비가 온다. 비가 엄청. 블랙핑크가 또 해냈습니다. 1년에 한 번 이렇게 눈이 온다던데. 오늘 마지막 날. 오늘 진짜. 어떻게 이럴 수가 있지? 그러니까 저도 되게 놀랐어요. 근데 되게 얻어가는 게 많은 것 같아. 근데 막 칵테일 만들고. 리사, 리사, 리사 还跟爸爸妈妈见面。 하고 싶었던 거 다 해가지고 막 최근 그 flying fox 해서 태국 드디어. 나 그런 거 하고 싶었거든 진짜. 태영이 발? 어떻게? 최영이 발. 내 삶의 방송이었어. 방송 보는데 마사지 받는데 발만 받는 누군데 발바닥이 새까맣게. 아직까지 껌해야지 진짜 웃긴다. 아 그러니까 언제 지나간지 기억이 잘 안 나. 비가 아직도? 네. 계속. 너무해. 뭐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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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 그런 거야. 대박. 나 먹은 거 아니야? 이거 된 거야? 还 能吃吗？헐 能吃吧？뭔가이거먹으니까처음으로돌아간기분이야. 맞아 이거 때문에. 이제 끝이야. 리사, 你是想让我哭还是让我笑？근데여기진짜정드는것같아이상황을약간 느끼면서저는얼마전에배우는표현영어표현이거든요 I feel bittersweet. Bittersweet. 느끼해죽겠다 Bittersweet, 리사 누구말했었어느끼하게 아니배웠다니까요저표현을리사요그거지금뭐해나이거뭔지알죠 오아뭐가고봐뭔가늘그냥보고마주치고얘기하는사이니까그런뭔가글을쓸일이없잖아요편지로쓰니까또할말이많더라고요또또이또또이또우리친구로서진짜같이뭐많이했는데이번에추억훨씬더많이 쌓인 것같아어색해가끔은너무걱정해줘시스터같고가끔은나위로해주고지켜주는큰언니같고오내가그래그냥하루하루같이커가는쌍둥이같아서너무고마워우리친구라이어되게보면서약간막아기분이뭔가막모르겠어요뭔가나저도똑같은생각을해가지고네뭔가말안해굳이말안해도 아는거구나챙아우리태국갔을때너가나한테남긴메시지보고 저타칭했다 너야말로우리자주싸우지만나도너사랑해어쩌다보면리산티격태격하다가보면아진짜가족인가이런느낌아리사가있어서내가이정도로좀잘버틸수있구나이런생각이가끔씩진짜기분뚝들때가있는데없었으면진짜허전했을것같아요저도제주도에다녀오면서지수언니랑옛날에여행했던게생각나면서되게재밌었는데저한테는의미가있는것같아요이런100일동안중에서서로더많이알아가고이해할수있는시간이었던것같아요큰언니가된것처럼애들을더잘챙겨줘야되겠구나어지수야辛苦了真的我们所有我们 BLACKPINK 真的辛苦진짜제인생에되게기억에남을100일이될것같아요우리편지들고같이사진찍자여기마지막으로우리그럼불하에서남기는마지막사진아뭔가막슬퍼눈물날것같아 Say goodbye 불하 Bye 最后这一句又很
眼泪就在旁边。赠送第十二集，我靠，老杨真的是太贱了。好吧，看完了，我感觉这一期就是怎么说，让我又想哭又想笑的一期。真的最后特别想说，老杨这个东西真的很贱，你知道吗？本来大家都觉得应该是十二期，但最后一期居然是满8800万之后才赠送了十二期。我真的是，老杨真的是，哎呀，做个人吧，好吧。我感觉老杨最近也被骂惨了，你知道吗？最近做个人吧。然后真的看了不是 Pink House 最后一期，也不是最后一期，还有上就第十一集之后，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他们的100天，然后他们自己本身100天也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然后剪出来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更少了，所以感觉真的是很短，仿佛就是还在刚开始看的时候，上个学期还没有放假的时候，然后再看不是 Pink House 第一期。虽然我做 reaction 是从第六集开始做，但是我也都一直在看嘛。怎么说，不平 house 结束有一个有好处也不好地方，不好地方就是感觉真的太短了。然后闺女们好好放个假，然后想让他们能够去体验更多他们不能够尝试到的东西，平时很难去有时间去做的东西。但是好的地方就是不平 house 的结束也意味着我们粉末开始练习，然后加紧练习，更多时间去练习，然后更早的回归。然后现在之前老杨这几天不是也发了一个预告嘛，就是意思也就是说BP 我们 BLACKPINK 是YG 的第三号种子嘛，就是在 Winner 之后BLACKPINK 就回归，所以很激动吧。但是 coming soon 也不知道四到什么时候，对吧？所以不到真正确认日期那一天，我们还是不能够完全相信老杨。所以希望我们粉默默赶快回归，然后希望这次回归不止一首歌，希望是好几首，有一个小迷你，对吧？那样的话也够我们磕个一年半载了，对吧？因为他们真的太难回归了。然后也希望我们粉末们加油，然后点击能够让他早点十二集早一点让我们看到。这就是我看了这一集想说的，然后谢谢你们的支持，也谢谢你们的收看，然后谢谢小可爱们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真的。然后这一期就到这一次 reaction 就到这里吧。我在说什么？这一次的 reaction 就做到这里吧。然后谢谢你们的哟喂，哈呀，手机要掉。谢谢你们的收看。然后还是那句话，喜欢我或喜欢我视频的人可以点关注、点推荐、投硬币、加收藏。